告诉护士给我抽血！我说了你不行，你听不懂。你什么态度？我是在救你。我输了你不行，你听不懂。我实在救你了。你先说，不能输血。全全呢？他还在里面。为什么在里面啊？他受了什么伤？严不严重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那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你哪一个？全全怎么样？老板，米总监。 护士刚刚说全全需要输血，但是医院血库里的O型血刚刚供给其他出车祸的伤员了，需要从别的医院调过来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输血？你什么血型？我 A 型，我输不了。我 O 型，我给他输。你不行。我为什么不行？你不行，就是不行。告诉护士给我抽血。我说了你不行，你听不懂。你什么态度？我是在救你。先说不能输血。 刘老师，喂，全全妈妈，全全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，我们在一楼大厅等你。全全不是在急救室吗？没有啊，全全就是擦破了点皮，摔了一跤而已。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去接他。 早就开始怀疑了，却一直装作不知道吗？我是怀疑，但是你告诉我不是，我选择了相信你，可结果就是你又骗了我一次。我让Hardy查了闵全全的生日，你一直在骗我。 是没错，闵全全是你儿子，我一直在骗你，那又怎么样了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弄清楚？不能装作不知道吗？那你又为什么要偷偷生下他？我发现有他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，我不忍心。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偷偷不告诉我？你那么恨我，你会希望我生下你的孩子吗？